上海的蔡居士，念佛小组讨论要做某一件事情，不同意的同修会说净空法师讲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而赞成的同修也会搬出老法师的话作为依据大乘佛法要念念为一切众生不能呢做自了汉上面这两段语是针对不同根基、不同场合的应机讲法，这样的理解对，这就是正确的。